们有请下一位音乐优等生。刘浩，也谢谢邱诗涵，掌声送给两位小朋友，谢谢。刘浩，咱们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见了吧？不到一年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你跟我说说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你有什么变化？我感觉我自从上了这个音乐优等生以后，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。是吗？跟我们说说这次跟小朋友邱诗涵的合作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合作挺愉快的。诗涵，你觉得呢？跟刘浩哥哥的这次合作特别的愉快。比如说呢？
啊，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我，我也会帮助他。特别好。其实这样的在舞台上跟小同学的一个合作，可以让你们彼此之间多交了一个新的朋友，也通过音乐彼此分享自己的感受。加油刘浩。谢谢大家。谢谢你邱诗涵，也把掌声送给他。